当你一个人进入荒野，周围一片寂静，此时一声狼嚎打破了寂静，顷刻间你便处于狼群的包围之中，此时恐慌和绝望瞬间涌上心头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来看看牧羊人是如何做的。如今荒野探险成为了很多人寻找刺激的方式，征服自然的感觉也让很多人趋之若鹜。但是在这之中，也有不少人挑战自然失败，幸运的还能保住小命回去，而那些不幸的甚至连命都保不住。在野外最直观的危险莫过于那些神出鬼没的野兽，曾经有不少人在野外探险时因为忽视了那些野兽从而丢掉性命。而在众多野兽中，狼群是相对容易遇到的。当你独自一人身处荒野，周围安静的可怕，而你还沉浸在风景之中，此时一声狼嚎打破安静，你被狼群包围了。这个时候牧羊人也许可以告诉你答案。对于牧羊人来说，荒野上最危险的存在就是狼群。狼群凶狠、狡诈、记仇，是牧羊人最头疼的对象。为了对付狼群，牧羊人也是绞尽脑汁，用尽了办法。牧羊人和狼群的争斗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面对狼群，牧羊人知道自己必须保持冷静，这是一切的基本。若是失去冷静，变得惊慌失措，就会让自己成为狼群的食物。当你一个人进入荒野，周围一片寂静，此时一声狼嚎打破了寂静，顷刻间你便处于狼群的包围之中，此时恐慌和绝望瞬间涌上心头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来看看牧羊人是如何做的。面对狼群，牧羊人知道唯有冷静观察局势方可找到生机。冷静下来后，牧羊人会先观察狼群的规模、他们的行为模式以及领头狼的位置，这些都是牧羊人要第一时间掌握的信息，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活命的关键所在。除了冷静观察外，一件不错的工具会是你最好的助手。牧羊人手中的鞭子、棍子，甚至是随手捡起来的一块石头，都可以成为对付狼群的最佳武器。你可以在狼群还未进攻的时候挥舞这些工具，发出巨大的声音和动静，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具威胁，让狼群保持距离。不过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，毕竟狼群虽然没听过黔驴技穷的故事，但这个道理他们还是知道的。一味的防守并不是一个好主意，找机会逃脱才是关键所在。这个时候冷静的观察尤为重要。牧羊人会观察狼群的状态，一旦发现有机会，例如狼群的注意力被分散，或者是出现了疲态，此时他们便会抓住机会迅速撤离。此时你需要的是一个强壮的身体。当你一个人进入荒野，周围一片寂静，此时一声狼嚎打破了寂静，顷刻间你便处于狼群的包围之中，此时恐慌和绝望瞬间涌上心头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来看看牧羊人是如何做的。牧羊人因为常年在外面跑，所以身体素质都很不错，他们行动敏捷，身手矫健，每一次的逃脱都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。但这仅仅是单打独斗最好的情况，更多的情况是你会被狼群困住，然后活活困死，最终狼群饱餐一顿。所以说单打独斗并非明智之举。虽说羊在面对狼群的时候几乎没有反抗之力，但毕竟团结就是力量。牧羊人会利用羊群来一起抵抗狼群。作为现代人，被困的时候，假如狼群没有第一时间进攻，此时你需要尽快使用一切通讯设备向外界联络，寻求救援是至关重要的。牧羊人虽然在荒野，但是在面对狼群的时候依旧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和狼群对抗。当然对付狼群最有效的方式还是火器，但鉴于国情，所以爆竹也许会更有效一些。炮竹的爆炸声对于野生动物有着绝对的威慑力。总之在面对狼群的时候，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，只需要保持冷静，注意观察，或许就可以逃出升天。